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CA8335 to Tianfu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be quick to board the aircraft through gate 217 immediately.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UQ2554. Ladies and gentlemen, 832 Nanya is now boarding. Please board the aircraft through gate 215. We will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7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个高照天，你看那个太阳啊，那个星星和那个月亮是吧？我说哎，我也说哎，怎么话题接住了？哎，所以说小潘呢，作为当地人呢，啊，首先我跟师傅啊，跟吴师傅两个人先欢迎大家来咱们恩施玩啊。刚刚呢跟一个老哥聊天，哟，他来恩施来几次了，也算半个导游了。那下面呢，那就是把这接下来接下来路程，除了小潘啊，还有那个老哥啊，咱们一起带大家游咱们的恩施。也是飞机嘛，他们早上的飞机啊，对，6点多的飞机，会6点，那还是比较赶的他们。行啊，那明天啊，先说一下咱们明天啊，明天是咱们的三大恩施三大名片之一的大峡谷，嗯，堪媲美我们的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啊，所以说今天因为这几天也是啊，临近五一啊，当然阿巴索、阿玛索、阿玛丽查、阿奇、阿巴、阿拉索。恩施阿拉拉索，恩施欢迎语。哎，我都说了欢迎语吗，姐是吧？那知道前面是什么意思吗？除了恩施欢迎你，阿爸说，阿妈说，哎呀，我说，爸爸说，妈妈说，哎呀，我爸爸妈妈都欢迎你啊，并不是啊，先生们、女士们啊，咱们游乐玩啊，我们把肺打开啊，为啥？我们恩施啊，虽然啊，现在疫情过后啊。有甲流，但是说实话，咱们是这个啊山水相迎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它的负氧离子还是蛮高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相当于在我们的恩施市的城区里面在转啊。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啊来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恩施啊？恩施的全称是什么？好，没关系啊。恩施的全称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哎，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恩施啊有28个少数民族，其中恩施的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人口是最多的，所以说呢我们我先念个工资够多的，哎，先活着那样，我再念个路线，那哪个钱？